攻了。我的红他拿不了，他的红我直接去。哎，还偷？哎，好，来，你们有没有空骚扰一下？中上有没有空骚扰一下？我骚不骚扰都行，无所谓。反正我先把他红拿，红拿了。我换掉了。看他是打蓝还是到这里来，我先把他大鸟吃了，补个药，保持满血，他可能要直接过来，我在这里蹲他一波，差个兵到三。我现在没有跳，我不好那个，这个地方过去被发现，得等这个兵过去。好，先打个小石头人，升三级。他来了。那人呢？他只有二级的，来吧，上，别怕，反打。好，先杀李青，我被虚弱了，这个辅助管束，这没闪的，这辅助没闪的。哎，我被他定住了。哎呦，我给他贴，我给他贴，你敢过来吗？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还没踢中我。畏惧虚空吧。哎，这李青要是过来打四甲虫就好了，他跑去直接抓了。我们小炮那个失误了，小炮跟着我一起打辅助就没问题了，他跑过去打这个盲僧，他一打二，现在上路想让我帮他一波，但是这可以帮，可以帮，但我要考虑啊，说这个盲僧会不会来，盲僧会不会就在附近，这必须得考虑的。他现在五级，我们这波不好帮了，不好帮，但是还是要帮，先打他一套吧，最起码打一套吧。好，这打不过。好，等我下一波技能。死了，这波把他收了，没关系，他杀不了我。来，你来，来，一胆子大，哦，你能扛得住塔的伤害？你在开玩笑吗？你这才几分钟，五分钟你能顶得住塔的伤害？有点小天真。他太高估自己的输出了，还是低估我的输出了。他肯定杀不了我，有闪，对不对？我在塔下，我闪现跟他迂回，他也杀不了我。这个火龙我们可以偷掉，可以偷掉，我有真眼，可以去偷一下。先用这个推一波啊，
逮到，这是我的。别，我可以啊，到这里来，因为他这波铁定会过来的，他没事干。哦，看到他了，他好像也知道我在，他绕了一圈跑了。再打四甲虫，注意他的辅助，一套距离不太够，不太够，算了，他队友没时间来的，管不了他，他红刷了，我溜了，我溜了，那我这个输出。这红他只能让给我，没办法了。我可以再把这个龙吃了，整阶不用。好，很好，他辅助死了，打完就直接去他的蓝，再控他一波蓝。哎，你死了呀！还差一点点。OK， 龙收了啊，头也吃了。他这波，他这里其实是没有眼的，他觉得我在打，所以过来看了一下，正好龙没血，不然他也不会下来。他的龙窟绝对没有眼。因为我刚推了一波啊，他没时间插眼。库奇在下路，这一波盲僧复活之后呢，他一定会去蓝 buff， 你知道吗？他一定会去蓝 buff 的。我现在去他的蓝也可以，但是没必要了啊，没必要了。飞机有炸药包，资源比较快，还是算了，给他吧。这波入侵不会有多赚的，先把我野怪吃完。拿一波峡谷，再推一波上啊，把节奏带起来。好，带到。他这盘非常的难受，他基本上是。全场压制了，他已经不知道该怎么玩了，不用去找他了啊，不用去找他，他已经废了，我们刷野就行了。这个狗熊好像要来，但没关系，我可以单杀，无所谓。我在野区有大招，作战能力非常强。吃他一波蛤蟆，没有了，这个也没有了吗？哎，好，崩盘，中路直接开一波，直接开一波，强推了，强推了，好，强拆。他不敢来，好，撤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吃野怪去了，不用管他了。感谢平时真不信佛的大玩心，这 EZ 我们可以单秒，正好有爆炸果实，先扫描一下。哦，有眼被发现了，
隐身先靠近他，先给个缓速，没有孤立的，所以伤害不是那么高，没关系，这波有孤立了，直接秒掉，算了，有治疗，溜了，小心他大我，盯着他的动作。撤，这波蛤蟆不吃了。可以，节奏不错。单杀，下路玩起来了啊！下路玩起来了，去抓一波狗熊，蓝 buff。他要吃这波兵，那他跑不了了，他是没有资源的，盲僧在下，他还要吃塔皮，哦，已经死了，这是必死啊，必死的，必死，不可能跑得了。小龙马上刷了，我们可以直接过去，中路绕一波。抓不抓得到无所谓，那直接去打龙了，不理他，直接打。现在盲僧看到我，他也不敢踢我，我伤害太高了。刘烨刚打完红，我比他高四等。秒掉啊！这边还有一个，他红已经打了，我去吃他大鸟，他可能会过来，探草丛就死了。他应该不敢来，他可能会去蓝 buff 那一块，不找他，我去找这狗熊。现在杀他没意义，我要，秒杀。现在不需要抓人了，就疯狂刷野就行。他们现在的活动范围已经被压缩得很小了，吃他野区资源去，然后把上塔再推了啊，我们把外塔都拔了。什么都没有，这狗熊人呢？在下路看到了，我们去太远了啊！把他这个二塔推了，他们现在只能抱团，稍微杀两个了。AD 也超神了，好，吃峡谷，吃峡谷，推他上路高地，
现在不存在张兵这么一说了啊，现在要的是节奏了。这还要什么兵？不需要了。好，我出一波装备。现在输出非常变态，我可以去下路推。再来一个这个，260的面板输出，有穿甲。孤立无援的话，伤害838。我只用一个 Q， 他就直接见底，不加任何的这个输出啊，不加这无形威胁，不加虚空突刺，不加平 A 伤害，不加这个电刑伤害，一个 Q 见底 ，Q 接平 A 直接秒杀。在野区遇到的话 ，Q 加平 A 直接死了，太夸张了这个输出。螳螂昨天加强的啊，加强了他 Q 的伤害，提了20%，孤立的情况下。看峡谷，撞，再撞。继续撞，好，来继续撞。这峡谷，哎呀，被打了一波，给你们感受一下我在孤立的情况下这个输出是多少。这个辅助你看一看啊，你看一下这个辅助，一个 Q 接个平 A 就直接死， Q 接平 A 直接死，什么都不用放。嗯，我靠，怎么回家了？839。孤立无援。他现在没有孤立。好，他被我孤立了。他被我孤立了。有治疗。没治疗直接死了。反应不过来的，对吧？反应不过来的，不带电刑。投了。